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 NBA 的潮流同样是日新月异。在当下的联盟中，外线球员已经成为了时代的宠儿，三分球更是和武器一般的存在。可这种情况在20年前是截然相反的。就拿1995年来说吧，在乔丹这位天神退役又复出的特殊赛季中，最终的 MVP 评选前六名居然都是内线球员，四大中锋加马龙，这五大内线霸占了前五名，巴克利位居第六。那一年的 MVP 之争没有疯狂二字可以形容，四大中锋与马龙、巴克利就仿佛是侏罗纪时代的霸王龙一般，利用自己的身躯不断的撕咬内线，充满了另类的美感。不妨看看那一赛季这几位主要 MVP 候选者报价数据以及最终的得票排名吧。Number 一海军上将，场均拿下 27.6 分、 10.8 篮板、 3.2 盖帽、 2.9 助攻的夸张数据。Number 二奥尼尔，场均 29.3 分、 11.4 篮板、 2.4 盖帽。Number 三马龙，场均 26.7 分、 10.6 篮板、 3.5 助攻。Number 四大猩猩刘英，场均空下 23.9 分、 11 篮板、 2 盖帽的数据。Number 五奥拉朱旺，场均砍下 27.8 分、 10.8 篮板、 3.5 助攻、 3.4 盖帽的场均数据，很是亮眼。Number 由空中飞猪巴克利，场均也有23分、 11.1 篮板、 4.1 助攻，都是远古的内线大神，数据都是夸张无比。平心而论，那一年的 MVP 得主罗宾逊单看数据并没有什么优势，甚至奥拉朱旺四项数据三项比他高，篮板球持平，数据完爆了罗宾逊，却也是落在了第五位。而奥尼尔呢，相比于罗宾逊也是数据占优的一方，可为何最终的 MVP 得主却是这位海军上将呢？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带队成绩所决定的。榜首的罗宾逊所带领的马刺队常规赛豪取62胜，高居联盟第一，而奥尼尔的魔术虽然常规赛战绩东部第一，但在西部的话也只能排在第四，这直接拉开了两人的差距。至于奥拉朱旺，那一年常规赛一直处在蓄力状态的他，只带领火箭打出了47胜，位列西部第六位，也难怪无缘 MVP 了。但是在季后赛的舞台上，奥尼尔与奥拉朱旺双双打脸众评委，他们都带领着各自的球队进入到了总决赛。奥拉朱旺率领火箭队一路下课上，最终成功登顶。至于那一年的罗宾逊的季后赛之旅，在邓肯没来之前他成功过吗？